不想承认这个罪名。我向你求婚。他无缘无故的给我们了10万块钱。什么？10万块钱？咱们俩离婚吧。地下情没意思了，终于撑不住了是吧？你知道廉耻两个字怎么写吗？啊！会哭的人心里就有牵挂，有牵挂的人是不会自杀的。你现在床前床尾的伺候我，你就是为了替孟家良赎罪。我要替徐丽做件大事，让她瞧得起我的大事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忘了我吧，海生。我的样子吓人吗？不吓人，你好的。当年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。今天我们来看故事的大结局。我们知道呢，徐丽跟穆耀阳啊是一对大学的好朋友、好闺蜜，但是呢，穆耀阳却爱上徐的男朋友李峰。徐丽和李峰呢，当年因为种种误会而离开了，两个人始终啊都没有彻底放下过去。如今徐丽被穆耀阳伤害了，李峰呢对徐丽的照顾啊，让徐丽开始再次重新依赖起李峰。不过经历过这么多之后，李峰和徐丽还有可能破镜重圆，走到一起吗？而同时，穆耀阳因为涉嫌故意伤害开始逃亡之路，他呢在唐大强家里面住下了。唐大强明知啊穆耀阳是有罪案在身，却还是默默的在帮助他。那么唐大强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？穆耀阳紧接着又能否幡然醒悟，勇敢的去面对一切？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看。李峰，我问你件事儿。你说。当年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我跟你分手，是你要跟我分手。是你，你发的邮件跟我说分手。我没有。可孟骄阳说，你们俩那会儿已经睡在一起了。在干嘛？啊，没事，我再看看有什么工作适合我。不错，敢于面对新的生活。哎，我帮你瞅瞅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就随便看一看。这件事啊，我必须得跟徐丽解释一下。李峰，你别走，我害怕一个人待着。他昨天晚上好像等了我一宿，有点小误会吧。那你没有跟他说我的事吧？没有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哎，愁得我。哎，没事儿，女孩都这样，过一阵就好了。我跟莫向阳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知道了。都是穆骄阳搞的鬼，他居心叵测，故意拆散我们俩，所以他后来总怀疑我们，那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有鬼。徐丽啊，这些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如果我们心中带着恨，是不会有新的生活的。可以有的，你娶我。李峰为人善良，有责任心，在得知当年分手真相后，觉得自己更加愧对于徐丽。石海生的离去让徐丽变得孤苦无依，李峰不忍心再离开徐丽，他不能再让徐丽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了。
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反锁。大强，你能帮我把孩子找来吗？我想妞妞了。妞妞，我要跟你商量件事。妞妞，你要跟爸爸商量什么事啊？徐阿姨要做我妈妈了吗？我自己的妈妈呢？妞妞，妈妈呢？以后会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。她是不是已经被警察抓住？你没告诉我。妈，那我今天就搬过去了。妈，我搬过去了啊。儿子，你一直照顾他，我不反对。可是你没有必要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来替他赎罪呀、啊！没有什么赎不赎罪，我现在就是在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我很清楚自己的幸福是什么，徐丽就是我的幸福。是我听莫娇阳说话，是你变心变得太快了。我这张老脸呀，都让你给丢尽了。那他抛弃一切，不都在我接着吗？我能怎么办？您说，我能怎么办？你非往这火坑里跳是不是？以后我跟妞妞一起生活，你走，走。妞妞是我的孩子，该尽的责任我一定会尽的。徐丽，你在哭吗？李峰，走吧。我是爱过你，也想过要占有你来报复莫娇阳，但是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。这半年你对我付出那么多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知道，反正我就待在这儿。确定你不会后悔吗？只要你不后悔，我就不后悔。要不是莫娇阳，七年前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徐丽，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，好不好？
骄阳，回来吧。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也许我不该认识你们。你和徐李峰始终还是希望莫骄阳能够回来自首，因为莫骄阳自首与徐丽是一个交代，与莫骄阳是一种救赎。但是不管莫骄阳是否回来，李峰都要承担起照顾徐丽的责任，不仅仅帮莫骄阳，也是在帮自己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其实一直就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一样，喘不过气来。到现在好了，终于能松口气了。莫骄阳还没抓到呢，这件事情迟早都会有结果的。其实最可怜的是妞妞，以后你真的会对她好吗？不会的，她是你的女儿。爸爸快过来。好，来了。怎么了，妞妞？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好玩。那想不想再高点啊？来。妞妞，你怕不怕呀？不怕。高不高？高。你去哪儿了，大强？为啥好几天不开手机啊？我在县城跟人家谈笔买卖。真的假的？别骗我啊！千万不能干傻事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给你买的吃的还够吧？买了那么多，咋会不够呢？好，我要不了几天就回来了，你别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啊，你等着我，我给你个惊喜。妞妞，你想妈妈了吗？你告诉阿姨，妈妈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？没有。妞妞，你看着阿姨眼睛啊，撒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的哟，再好好跟阿姨讲一次。说话呀。穆娇娇有没有联系过你啊？妞妞，阿姨的脸是你妈妈弄坏的，你妈妈犯错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妈妈要是联系过你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要让警察抓住她。你这画的什么呀？这是你妈妈吧？啊？我这是画的藏在 T 恤阿姨这边。你撕我的话，你赔我。你撕我的话，你赔我。走开。妞妞，这孩子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呀。妞妞，你别演戏啊！妞妞，起来！妞妞，把他送我车上，快！谢谢啊。妈，你还别说，这妞妞画画上还真有天赋，这画画的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她呀，从小就喜欢画画。喂，妞妞晕倒了。徐丽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啊？
妈不信我，你也不信我呀。妞妞她真的是自己走在路上摔了一跤，就晕过去了。你哥你过来了，孩子需要输血。输血？嗯。孩子为什么要输血？怎么会晕倒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这个外伤倒不要紧，我们昏迷主要是贫血引起的，孩子贫血挺严重的。你平常不知道孩子贫血啊？贫血倒没发现，只是觉得平时脸色不好看，偶尔会有病殃殃的感觉吧。咱们过一会儿去采血样吧。采血样干什么？王医生怀疑孩子这病跟遗传有关系，希望咱查出病因。这个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吧，应该不会有，不需要做。哦，行，好吧。李峰，你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我昨晚都看见了，你跟护士做那小动作。徐丽。是你眼花了吧？李峰，我了解你，你一定是有事儿瞒着我。你打算后半辈子都这样瞒着吗？徐丽，妞妞其实不是我的孩子。当年骄阳出了事儿，所以我才在你面前消失了。那时候我就是在照顾他。骄阳被人强奸了，一个人束手无策。再后来，骄阳，莫骄阳，骄阳，莫骄阳，骄阳。秋阳，你怎么了？躺地上干什么？来，起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啊？你说句话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混蛋，我找他去。李峰，别走。送我回家吧。来，起来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更何况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如果我不帮她，就没人能帮她了。李峰，你可真够伟大的，这么多年替一个不相干的人养着孩子。妞妞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，但是我待妞妞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。不好意思啊，小赵，哎，麻烦你跑一趟。没事，徐姐，怎么了？妞妞生病住院了。我在想，莫骄阳应该还是很牵挂妞妞的。要是我们对外界放大妞妞的病情，也许可以引莫骄阳出来。但你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啊。好吧，那我先向局里领导汇报一下，等做出了方案，我再通知你。好。那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。
骄阳，你先起个地名，平川县，平川，一马平川的平川，记住了吗？石大强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你急死我了！从寻昌到平川县每天有两班车，你现在马上收拾东西，能赶上晚上6点的一班车。发生啥事儿了？事情紧急，没时间解释了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大强，你是不是去找妞妞了？我后悔了，我就不该告诉你这事儿。你明天到达平川的时候是上午10点，长途汽车站外进城处有一个钢铁大桥，到时候我会带着妞妞来与你会合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明天钢铁大桥不见不散。大强，喂，大强。小赵同志，你说莫骄阳现在在唐大强那边？对。怎么可能？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断，他的目标很可能是妞妞，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。怎么配合？说白了就是诱捕。诱捕？对，希望您能支持我们。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应该的。没有，老师说过，眼泪都是咸咸的。阿姨，你骗人了。对，阿姨骗人了。对不起。阿姨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唱首歌给你听。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花儿枯萎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虫儿飞，花儿睡，一双又一对才美。妞妞的行为感化了徐丽，徐丽决定敞开心扉，放下仇恨。心碎，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东南西北。水吧，这画我来拼吧。不用，这马上就拼好了。其实这个画是我给撕坏的，妞妞这个孩子太懂事了，她没跟你们说实话，但我真不是有意要跟她发火，我只是一想起莫骄阳我就控制不好我自己。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，你要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，你就应该把过去的事儿都放下。你这么爱李峰，我也希望你以后对妞妞要更好一些。我会为了李峰和您好好对他的。我希望以后咱们好好的相处。
骄阳，回来吧。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也许我不该认识你们。你和徐丽都是好女孩，对不起。也许你会怨恨我，但我已经不会怨恨，也不会爱了。我只希望我能化解你们心中的怨恨，一切都是孽缘。回来吧，妞妞很想你。见他，想。好，那你可要抱紧叔叔了啊！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你妈妈了。我是妈妈的不对，妈妈以后再也不离开妞妞了，好吗？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去伤害徐丽阿姨？我看见她脸了，好吓人，你让爸爸跟奶奶好难过，让我好难过。妈妈错了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。强，你走吧，我打算回去自首。你都想清楚了？你走吧，我不能再连累你。那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丢不下你，你呢？大强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我是个恶毒的女人。眼泪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娇阳，你没事吧？你俩喝多了吧？没事，你们先走吧。走。莫娇阳。莫骄阳，骄阳，骄阳，你怎么了？躺地上干什么？来，起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啊？你说句话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混蛋，我找他去。李夫。别走。
你患有先天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，这没有办法手术，很危险的。危险？会是什么样的危险啊？手术引发出血，危及生命呀！这都不了解，孩子怎么出来？没事儿，我要做手术。不，谢谢您医生，我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我们走吧。不想生下这个罪孽。小雅，我来当你的护主好吗？护主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户口本上的护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向你求婚。如果我能早一点遇见你，那该多好啊！也许我也就不会害那么多人。这就过去。妞妞，妈妈有话跟你说。说吧。你知道，妈妈犯了错。犯了错就一定要受到惩罚。妈妈打算回去自首，我们可能还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妞妞回家要听爸爸和奶奶的话，等妈妈出狱了第一时间就去看妞妞，好不好？嗯，妈妈不许哭，勇敢点。透过窗，阳台外熙攘的工地，下雨了，音乐响起。轻声去，奶奶，我不做声，奶奶，因为我哎，三宝儿，你等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。莫娇阳被陌生人强奸，该人触犯强奸罪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6条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，以强奸论从重处罚。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。或者死刑。一、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；二、
强奸妇女、奸淫幼女多人的；三，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；四，二人以上轮奸的；五，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在深深的愧疚和感化之下呢，莫骄阳终于是自首了，接受了法律应有的惩罚。随着这份醒悟，当他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。这段大学恋爱呢很青涩，而闺蜜反目的恩怨旧个故事可以说在这里终于画了一个句号。闺蜜呀，原本应该是相互扶持的最真切的朋友，而剧中我们却看到了莫骄阳因爱生恨，不仅伤害了徐丽，也伤害了他身边在意的人。莫骄阳很希望获得幸福，但倘若他能够懂得成全，懂得放下，不要那么自私，可以说这些悲欢离合，这些悲剧就有可能避免了。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呀，背叛和伤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那如何用爱与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些，对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以及作为一个受害者，如何能够获得自我的和解、自我的救赎，可能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必修课。好在最后呢，莫骄阳认清了自己的内心，而徐丽也放下了对曾经闺蜜的那一份仇恨。毕竟欲望和仇恨只会摧毁一个人的心灵，唯有宽容，永葆一颗真善美的心，才可以在繁杂世事中拨开层层迷雾和阴霾，找到最真挚、最温暖的那份幸福。我们的故事啊，始于大学生活，时光荏苒，多年以后，可谓一切恩怨都尘埃落定。但是年少已不在，青春已不复了，唯叹似水流年，让幸福久长。希望您呀，看过故事以后也能够有所体悟。我们要追求幸福不假，但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放下执念，心怀感恩，这样才可以收获真正美好的幸福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，再见。